姐，你说你买30个椰子，那边有一个椰子店，门口就有一个，我看你能不能买回来。我肯定能买回来啊，30块钱买三十个椰子还是很正常的。真的买？椰子是产于海南本地，又没有运费，就是一个割一下的费用。给我找了30块钱，你去吧，30个椰子啊。30块钱都用不了，对我来讲，老羊出马，一个顶俩。我看着你不没有黄圣依这点本事，买不回来。明智，妈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也这么认为。拜拜。大姐，椰子多少钱呀？9块钱一个是吧？最便宜的呢？7块了。1块钱一个有没有？1块钱就买矿泉水。矿泉水1块钱是吧？30块钱买三十个椰子还是很正常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椰奶，6块一个，很好吃。便宜点吧，2块钱一个吧。啊？2块钱一个卖吗？2块钱一个。对呀。你拿来卖给我。你便宜点呗，我就吃一个，没吃过。没吃过，吃一块。3块钱吧，我尝尝。6块钱。5块钱吧。6块钱吗？5块钱。5块，我要5块再给你。可以。既然来了，你要享受今天，活在当下。那刀给我喝个口。那可以了。买2块钱的。非常好吃。我要个8块钱的，再给我挑3个。我不跟自己较劲，我也该吃了该喝了，我给他们仨一人买一个回去，我输了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完成不了那个事儿，所以他一直在外面磨叽。这个1块钱买不到了，他还不如花30分钟爬上去，我觉得还能省30块钱。你看抬头那么多椰子。哎妈，你穿这好时髦啊。我给你拍一个那个单人的吧。你看好看不？对对啊，对对，特别有气韵，特别有味道。喂，你回来了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房间了。他回来了，那我们要不回去吧？回去。好，那我们回来了啊。好，走了。Hello， 哎呦，你的嘴咋了？咋了？都是红点呢。怎么样嘴？嘴也还破了呢，在这跟着了。没有啊，你看我这，照镜子，这儿都汗眼儿，一个红点儿。你看看。还怎么了？我吃火龙果吃的。我以为你被人打了呢。我以为你买个椰子没买成，被人打成这样。买到了吗？没买着啊！我去了一问，一个椰子最少得5块钱。我就觉得买不了了，然后我就看见个菠萝蜜，我吃了个菠萝蜜，我又吃了火龙果，然后我就30块钱花完了。真是可以，还是你生意有收获是吧？反正完不成任务了嘛，我就自己不能委屈了自己，我要活在当下。太可怕了，我以为你没买回来被人打了。